将军窟窿的义工义士办主花街萝卜庄田园体验活动，伫今仔日2月24日在南十五线国宝工厂边啊盛大登场。现场最热门的就是亲子芭乐波，并有四建会辅导将军国中的驸马组的阿洪国小属龙教育现场设打展现成果，以及将军区卫生所现场儿童发展筛检。加卫教宣传，将军窟窿的总干事林延良表示。各位来宾大家好，今仔日是阮一年一度胡萝卜产业文化吼，即几冬来安菜岛的产业文化伫即几冬有做一寡重大的改变啦吼，我们把整个活动去作为整个跟我们游客结合的田园体验，来重视游客感觉啦吼，一寡产业文化活动，阮就来吼公部门来办理啦吼，阮农会这边来做一个讲结合安尼田园体验加师农教育这个基地来实际来作为安尼推展着按红菜头这个产业啦吼，真欢迎大家会当来伫过年啊过，就是阮红菜头的季节，你开始烤的时阵会当欢迎大家游客会当来阮将军来做一下佚佗，嘛会当来欣赏到按即将要伫要开的木棉花开啦吼，嘛伫要开啊啦吼，所以讲欢迎大家游客会当来阮将军佚佗，谢谢。现场有按国校承接教育局的属龙教育旅游室。今天电视成果，阿洪国小校长蔡孟伦表示。好，那欧汪国小也承接了教育局来协助我们的石龙教育的旅游去，那也感谢教育局用心的规划，2月到12月每个月都有不同的农作农产物产的一些来推广，那让所有的民众或者是亲子能够来了解在地的农作的产物。那欧汪这边的产物为胡萝卜，那因为是在盐分地带，胡萝卜尝起来非常的鲜甜，有不同的滋味。那我们也结合了文化面，也结合了消费面，也结合了环境面来推广石农教育，也要让大家能够来爱我们的故乡，然后来更加了解胡萝卜相关的知识，然后也更加的能够疼惜我们的土地，然后也能够惜食爱食。另外在阿洪国小要承办数位机会中心，教导乡民数位制作卡片、镭射雕刻、联立。阿洪国小校长蔡孟伦表示，将军区的数位机会中心，它设在欧汪国小，那也欢迎一般的民众哈，能够来到我们的欧汪国小。那我们定期办理一些数位科技资讯的教育活动，能够让民众能够提升的资讯的素养。那我们这一次办理了非常多的活动，包括了新春贺龙年的一个素材的编辑，还有不同角度来看将军，一些影音媒材的使用。那真的很欢迎大家来跟欧汪国小来进行接洽，那数位中心非常的欢迎大家前来共同来学习。另外，中国国中由市建会辅导驸马作业组，由学生亲自制作烘焙饼干，让学生学得一技之长。今天也到现场展示成果。今天活动除了田野芭乐波亲子闯关游戏、桂冠者科摸彩、加胡萝卜回娘家，凡姓名中有胡萝卜任何一字，可免费体验芭乐波，每天限定前20名等活动以外，还有家政班研发的胡萝卜黄金馒头，加产销班鲜榨甘甜胡萝卜汁现场贩售，浪费国宝芦笋系列等伴手礼特价优惠。田野体验活动除了网络加联会报名，完成报名缴费者可得到亲子闯关游戏卡以外，2月24、2月25两天开放现场报名，每人费用150元，采收袋仔一个增加店，服务专线0679422021推广部潘小姐。以上是台北门新闻网报道。